新气象，感谢支持和信任我的老铁们。馆长今天带来2020年第四场赛事解析，周四凌晨1:30，英超曼城对战埃弗顿。温馨提醒，切莫获取精神方式哟。曼城方面，上轮主场拿下南肯的硬骨头谢菲尔德联，一扫客队被狼队逆袭的阴霾，重归胜轨。客队埃弗顿取得2连胜的同时，在联赛中5轮不败，状态保持相当不错。本场比赛主胜几乎悬念不大，考虑临场数据还会有较大的变化，小馆长盛情邀约球迷们可进群获取最终推荐。我们拥有精准的数据，需要进群获得本场，记得加我的微信读球399，更有不中包赔单等你哟。